稻草，在干燥的风中，一束一束稻草瑟缩着，在被遗弃了的田野。午后，在不怎么温暖，也不是不温暖的阳光中，无香的老人萎顿着，在破落的庭院，终于是一束稻草的无香的老人。谁还记得，也曾绿过叶，开过花，结过果。一束稻草的过程和终局，是无香人人的脸谱。